咁啱有两三个钟头嘅空档，咁啱有京剧团嚟咗香港，于是就买飞入场睇咗生平第一出京剧。估唔到喺毫无期望嘅情况下，竟然系惊喜连连。艺术家精彩嘅演出，同埋佢哋身上华丽嘅戏服，都令人目不暇给。最后一幕，唐明皇喺梦中重遇杨贵妃，舞台上犹如波涛涌现嘅云海，叫人叹为观止。可能始终唔系自己嘅地方，总系觉得布景嗰度有啲小瑕疵。不过亦都因为咁样，令到我好想有机会可以去到北京，喺当地睇京剧。而整个演出令我最难忘嘅就系谢幕嘅时候，啲观众一涌而上，走到去台前亲近嗰啲演员。杨贵妃致艺于马嵬坡嗰一幕嘅处理手法实在高明，艺术性之高叫人激切赞赏，美得叫人心碎嘅画面至今历历在目。两位主角因为要感谢热情嘅观众，更加系加唱咗一小段，令到大家尽兴而归。